是我国小三年级时最特别的一次旅行，我敢保证，你们一定没有这样环过岛。我两天的时间啊，七天，上完这天我得给你一个交代哈。外面的殡葬业很黑的，有些人还会抢尸体。你那么小，你什么都不懂，你到外面去找，一定会被欺负啊。我严肃人在这给你保证，童叟无欺，价钱公道，你想怎么做我都配合你，好不好？我爸常常跟我说，等他之后有空一定要带我去环岛，在每个地方说故事给我听。但是我爸每天都要开计程车赚钱，很难有空。其实以后不一定有以后耶。现在我爸终于有空了，所以我一定要带他一起去环岛四处爬照。要离就紧离离的啦，我明天才开始，我跟弟妹我给你牵拖着。是你老婆吗？我严肃人，这 case 我歹接啊！这个狗囡仔给你卖装笑，叫我再手狂他吐回台湾。伊唔是要找仲医下，伊要找是陆行下。严肃了，我们有签约的。你说你价钱公道，童叟无欺，我要做什么你都配合的。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，你到底知道什么？我叫谁你啊？我叫你谁你啊？我们那些靠背你。大体有可能被小偷给丢掉了，我们现在人手又不够，所以才问你哪个重要。车子，为什么你可以这么淡定呢？我爸说，随遇而安。所以啊，你们穷得连时间都没有，现在才会用这种奇怪的方式环岛旅行。我们真的不穷，不然你问我爸。